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和立春老师一起来学习《小羊上山》儿童汉语分级读物第一集第二册《不高兴的毛毛虫》。封面上有一只不高兴的毛毛虫，皱着眉毛，撅着嘴巴，我们可以看到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挤到一块儿去了。它有胖胖的红脸蛋，还有可爱的小下巴。他站在一根小树枝上，满脸的不高兴。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不高兴的毛毛虫。这个毛毛虫在从下往上，一边撅着嘴巴，一边在爬树。它为什么不高兴呢？大树上，一只毛毛虫不高兴了。这只毛毛虫太小了，它还在草地上往上爬，看不到，所以画家用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把它放大了，我们就能看到了。哦，这真的是一个不高兴的毛毛虫呢。小兔跳上跳下，多好，我跳不了。现在这个毛毛虫从下往上已经爬到了一定的高度，它看到了小兔子在草地上蹦跳玩耍。哇，它张大的嘴巴很惊讶，眉毛都翘起来了，看上去好羡慕好惊讶呀。原来它羡慕小兔可以跳上跳下。再回想它自己，它是一个毛毛虫，它不能跳。小鸟高高飞，多好，我飞不了。毛毛虫又继续往树上爬，它快爬到了中间。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了树上的小鸟，还有在天上飞的小鸟。天上有小鸟自由快乐地飞，还有小鸟轻轻地落在了高高的枝头。哦，他仰着头看着高处的小鸟，一定很羡慕吧，因为作为一只毛毛虫，它也是不能飞的。大马快快跑，多好，我跑不快。现在毛毛虫已经爬到了树枝的顶上，它可以从高处往下看了。它看到了奔跑而来的四只大马。这四只马有四种颜色，蓝的、红的、黄的，还有天蓝色。它们又高又大，跑得一定很快。毛毛虫撅着嘴巴，皱着眉头，因为它在想，作为一只毛毛虫，它的腿腿那么短，根本跑不快。毛毛虫不高兴，太不高兴了。我们可以看到毛毛虫已经气鼓鼓的了，本来就胖的脸蛋现在更胖了，嘴巴紧紧咬着，脑袋都被气大了。因为他好羡慕小兔、小鸟还有大马，他谁都比不过，他只是一只不能跑、不能跳、不能飞的小毛毛虫。想到这里，他都掉眼泪了，他实在是太不高兴了。可是不高兴的时候，他还能做什么呢？不高兴的毛毛虫做了一只小小的茧。我们可以看到毛毛虫把自己倒挂在树枝上。刚开始呢，他就只是倒挂着，然后他使劲儿使劲儿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茧子。一天、两天、八天、九天，好多天，有多少天呢？我们可以看到树上本来是很绿的，还有果子，然后果子掉了，树叶也逐渐变黄了，再到完全变黄开始落了，再到树叶都掉光了。它一直在茧子里睡觉。茧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一只蝴蝶飞了出来。蝴蝶上飞飞，下飞飞。原来毛毛虫在茧子里并没有休息，它一直在很努力地改变。它从茧子里一点一点努力地钻出来，伸伸胳膊，伸伸腿，唰，它出来了。原来它变成了一只有翅膀的可以飞翔的蝴蝶。我们可以看到毛毛虫的脸不再是皱着眉头撅着嘴巴了，它微笑着，笑眯眯的。现在它是一只美丽的蝴蝶了呢，它可以上飞飞，下飞飞，
小兔子们也都很高兴地看着这只蝴蝶，它在跟它们打招呼。这只蝴蝶有非常美丽的翅膀，还有花边呢，这个翅膀。蝴蝶出来的时候，大马、小鸟还有兔子都在这里，但是蝴蝶还有不高兴吗？我不是毛毛虫了，我是蝴蝶，我好快乐。这只毛毛虫再也没有不高兴了，因为它不是毛毛虫了，它是一只美丽的蝴蝶啦。它甚至变得更漂亮了，它还有长长的睫毛呢，翅膀又大又美丽，可以带着它在花丛中自在地飞舞。这个故事讲完了。原来虽然毛毛虫不能飞，不能跑，不能跳，但是其实经过等待，经过蜕变，它是可以变成美丽的蝴蝶的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读后小游戏吧。每一幅图里毛毛虫都在说什么呢？我好快乐。我不高兴。我上飞飞，下飞飞。毛毛虫看到了很多动物，它们各有几只呢？这是两只大马，两。这里有九只小鸟，哪个字是九呢？啊，这个。这里有八只小兔子，哪个是八字呢？这个。下面是一道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的讨论题。在故事一开始，毛毛虫为什么不高兴了？在故事最后，他为什么说他好快乐？小朋友，你认为是为什么呢？立春老师认为呀，在故事一开始的时候，毛毛虫一边往树上爬，一边看到高兴地跳上跳下的小兔，自由飞翔的小鸟，还有酣畅淋漓奔跑的大马。可是他这些都不能做，他越想越难过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，所以他越来越不高兴了。但是后来他努力地给自己做了一只茧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他蜕变了，从茧里出来的是一只可以飞翔的蝴蝶，他再也不是一只什么都不会的毛毛虫了，所以他说他好快乐。你认为呢？这是第一集总字表，有60个字，红色框里是本册书用到的字，小朋友你都认识了吗？这个是6个字的字卡，可以把它剪下来，高兴了两八九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恭喜你，你自己读完了这本图画书，你获得了小羊上山分级读物第1集的一个荣誉证书，还获得了一个大大的赞。